志无同，你微笑着迷人，怎样无找一个疼你的人？可惜人海茫茫，迷醉下的人，亲像海底梦境。谢谢蔡子萱，子萱老师好。刚刚是不是有一点状况？对，就是词有点没对对好，是我的突然忘词了啦，空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他原来那个地方是间奏，然后现在因为时间我们这个短板，就那个地方接着唱，他忘了唱，哇，后面就有一点慌掉了，对不对？没事，子萱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都没有关系，你不管去表演或比赛，好，你忘词或者是落掉，赶快把自己拉回来，好，那个。有点难，但是你要练习。撇掉这些地方，我觉得其实你唱的蛮好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Okay、子萱老师好。我是最有资格告诉你忘词应该怎么接住的人。因为我最多这种经验啊。但是我每次这种出错的时候，即使我在台上很紧张哦，但是我还是啊，就是努力要想要持续下去哦。我的出错就会变成我的特点。好。那所以就是唱错歌词，落掉都没有关系，稳住，才可以让我们看到你的功力在哪里。好。然后这首歌哦，就是如果要给你的建议，就是你要记得参加任何比赛，任何一个版本都是新的，都要认真练。好。